百里加二郎平的尚可，那可是天书的高度啊，可以上天了。没有，尚可便是尚可。天然的冷泉黑鱼放血，剔骨、洗肉，均匀制作成。鱼片需切得薄如蝉翼，辅以高汤熬制，方可入口。我家乡姜丝，不就解了心意吗？生姜虽可除腻。 但口味辛辣，大豆宽中下气，高汤佐味化，汤是滚汤，化解鱼肉的汁腻，令鱼肉鲜嫩爽口，保证肉质的滑嫩。上口。 百里二郎，今日想吃点什么？来碗羊汤。好嘞。您的羊汤，请慢用啊。来，您请。给我来一碗百里二郎汤。好嘞。不知百里二郎这名汤，觉得今日宴席如何呀？甚好。神都第一饕客一句甚好，不枉我精心准备了。